舔晴，感谢没有，谢谢你们的人气票支持，感谢，欢迎大家，喜欢的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接下来给你们跳下一支舞蹈，跳一个江南夜色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江南夜色，感谢你们支持，谢谢，晚上好。继续给大家跳舞哟，我们十一点钟打人气榜，独木飘哥哥十一点钟打人气榜，咱们就是没有哥哥，我们就是十一点钟的时候打人气榜，我们现在还有半个小时，感谢你们啦，谢谢。十一点钟的时候我们试一试看能不能打进去，家人们。秋天的夜已微凉，看去年年近傍上，谁孤独十年寒窗，湖面的鸳鸯成双，越叹息越太漫长，时间勾住了岁月的过往，悠扬的琴声在竹林中飘荡，那西下的夕阳消失地平线上，江南夜色下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在天涯，那沥沥的春雨淋湿了烟花香，那皎白的月光在小河中徜徉，姑娘站在阁楼上等待归来的晴朗，古道的落叶泛黄，秋天的夜已微凉，看去年年近傍上，谁孤独十年寒窗，湖面的鸳鸯成双，越叹息越太漫长，时间勾住了
像是地平线上江南夜色下，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在天涯。那里里的春雨淋湿了烟花巷，那皎白的月光在小河中徜徉，姑娘站在阁楼上等待归来的情郎。那悠扬的琴声在竹林中飘荡，那西下的夕阳消失地平线上，江南夜色下，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在天涯。哦，那里里的春雨淋湿了烟花巷，那皎白的月光在小河中徜徉，姑娘站在阁楼上等待归来的情。感谢靓仔，谢谢大道，感谢家人们支持，谢谢你们喜欢的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关注，感谢你们。然后家人们，我们的点赞可以点到10万哦。我是古典舞小佩仪，如果你们要是喜欢我的话，可以给我点一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大家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哦，感谢支持，谢谢。下一支舞蹈给你们跳一个，江南梦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江南梦。古道的落叶泛黄，秋天的哦，给大家发个福袋哦，然后你们就是说点关注我了之后，然后抢了福袋可以加个粉丝团，感谢。微凉，看去年年近傍上。山山水水，只想你看到我笑中有。水水，只想你看到我笑中有泪。
左上角关注，感谢支持。下一支舞呢，给大家跳一个 time，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感谢，跳一支 time。问一下大家喜欢我跳舞吗？喜欢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扣一波一，家人们，喜欢的可以在公屏上扣一波一，喜欢吗？刚刚跳了那么多舞蹈，然后喜欢的可以在公屏上扣波一，谢谢。哇，欢迎天空哥哥，这么早，喜欢吗？喜欢。欢迎紫土豆人，喜欢。好，那我下一支舞蹈给你们跳一个探，希望大家会喜欢，感谢支持，谢谢。我要这光望在我心上，家人们，咱们的点赞，咱们点赞可以点到十万哟，感谢支持，谢谢。谢谢知己哥哥送来的气球，感谢你，谢谢。一我锋利的皮囊在梦的边缘眺望，感情是我的惊醒，甘霖出落，一朝之落。
出战机和贪官，梦之彼岸坠入泥潭，生闻孤单情形作伴，不再孤单与我作伴，气球，感谢你，谢谢知己哥哥气球支持，感谢。晚上好，晚上好，谢谢，谢谢夸奖，欢迎爱护哥哥。咱们家朋友们喜欢的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关注啊，谢谢。对，我是馋的，知己哥哥，我是馋的，没错。天空哥哥早上想看什么舞蹈呀，天空哥哥还有咱们的知己哥哥哟，早上想看什么舞，早上想看什么舞，早上好，谢谢江亮，感谢抽烟不看看第一次早上直播，我第一次早上直播嘴瓢了，我第一次早上直播呢，快点一个。今天眼睛好痛啊，嘴瓢了。今天眼睛好干涩，不知道为什么。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太勤奋了吧？对，早上直播了，早起。我也不知道我适不适合早起直播，然后感谢知己哥哥送来气球，知己哥哥你想看什么舞蹈要告诉我呀，然后我们就家人们可以抢抢我们的福袋，谢谢你们了，感谢。是的，今天早起，就是抢了福袋的朋友们可以
抢完福袋的朋友们可以点关注加粉丝团啊，点关注加粉丝团，咱们10点钟抢人气榜，10点钟打人气榜。我今天上午就试一下打人气榜，家人们，10点钟抢人气榜，家人们记得一会儿抢人气榜哟，感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今天看能不能打进去，看能不能打进去。马上10点钟，好的，马上11点钟了，家人们，咱们点关注加粉丝团，等一下我们抢完人气榜之后试一下哈，能抢上去就更好了。打完人气榜之后咱们就下播，打完人气榜咱们就下播，晚上休息一会儿，然后晚上然后就是说调整好我们所有的状态，然后我们就晚上七点钟直播。今天上午我们试一下怎么抢人气榜。我抢11点钟到12点钟的，不知道能不能抢。这次给大家带来好看的舞蹈，感谢你们支持，谢谢。试一下，我们尝试一下哈。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加入粉丝团，大家记得抢福袋啊！抢完福袋之后加粉丝团，感谢支持，谢谢。加油加油！昨天晚上有点失眠了，眼睛有点酸痛。我们的知己哥哥，你们有什么想看的舞蹈要告诉我呀？谢谢王亮哥哥，谢谢你。可能没睡好吧？想云下去，可能没睡好吧？跳个霍元甲。
水平了，感谢坤，谢谢坤玉，谢谢坤玉哥哥送来的舞龙，谢谢你，太嘴瓢了，我们还要再六分钟的时间，谢谢你们。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谢谢。给大家跳一个如愿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感谢支持，谢谢。感谢飞舞，哦，谢谢蛟龙飞舞哥哥送来的舞龙支持，感谢你，谢谢。没有点关注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家人们，我们的点赞大家可以点到10万哦，给大家跳一个如愿送给你们，希望大家会喜欢。跳完这支舞蹈咱们就可以打人气榜了，家人们。天。
谢谢用户哥哥支持，感谢我们的穗红，感谢玉坤哥哥，谢谢飞龙哥哥，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裙子拉链它有点松了。你是跳不累吗？玉坤哥哥，感谢光花哥哥酸舞龙，谢谢连续套。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家人们。感谢言辞，谢谢家人们支持，谢谢。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感谢言辞哥哥。家人们，咱们有人气榜呢，可以送我们的人气票哟。我们先拉十分钟的人气吧，好不好？我们先拉十分钟的人气吧，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给大家跳舞，然后给我们的用户哥哥，红。穗红哥哥、玉坤哥哥，还有飞龙哥哥、光花哥哥，咱们就是说，咱们先在直播间把人气票先送一送，家人们，先送一送咱们的人气票，先送一送人气票。我教一下你们，你们仔细听我说，我教一下你们怎么去送人气票啊！我先给大家发个福袋，对，我先给你们发个福袋，我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卡壳，你们细心听一下。感谢东东的人给我送来的520张人气票，谢东东，感谢。然后你们有不会的可以进一下咱们的骑士群，然后咱们的管理会教大家怎么去那个送人气票，家人们。先跟你们说一下，首先先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关注，能听懂不？能听懂不？那我就开始说了啊。首先先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关注，然后再就会出现一个黄色的爱心，看到了吗？然后在这个是粉丝团，先点进去，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这个助力打榜，就会看到第一排第一个助力打榜。然后你们或者是先不看这个助力打榜，先把这个免费的灯牌先送一下，赠送一个免费的灯牌。然后我们观看二十分钟也会获得人气票，家人们，观看二十分钟也会获得人气票。好，然后我跟你们说一下，然后人气票这里就是说那个助力打榜，这里有一个助力打榜，看到了吗？然后点进去，这里有一个这里会有出现就是有多少个人气票，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没有的话咱们可以就是分享直播间。这里有免费的，看到没？这里有免费的，这个地方是有免费的，这个第二排这里是有免费的，大家可以把这个免费的可以送一送。第二排这里有免费的，然后这里是邀请成员助力，这里有一个邀请成员助力，看到了吗？邀请成员助力，然后点进去立即邀请，会弹出一个红色的、绿色的，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我们点这个红色的私信，点了之后，这里有很多群聊，我们可以分享在咱们的骑士群，然后可以分享给朋友，可以分享给家人，可以分享给群，可以分享给随便任何人都可以，就分享我就分享在我们的骑士群了，分享进去，啊，我已经分享在咱们群，你们可以分享很多群，我分享在骑士群了，然后大家可以退出去。然后在咱们的这个群里面点进去，然后邀请，然后这里就是说你们点进去之后，你们可以分享在这个骑士群，然后点进去可以领取那个人气票，你们懂了吗？你们懂了吗？欢迎玉露哥哥，你们明白了吗？我们可以分享在骑士群，家人们，我们可以相互的领取。相互的点票，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那个人气票，家人们，感谢日落哥哥的支持，谢谢。你们懂了吗？应该是懂了，应该都会。谢谢梅奥哥哥送来的人气票支持，谢谢，感谢梅奥哥哥，谢谢。好的，等一下连，我这一会儿在说人气票，那个日落哥哥，稍等一下。我怕就是我，因为我今天上午来就是特地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领取人气票。欢迎独木飘哥哥，好，稍微等一会儿，感谢光花。
怕我怕，因为我好几次人气票都没有，就是打进去，就是想今天教一下大家，但是今天能打进去更好。可以送了，家人们，我再跟你们说一下哈，右上角点关注加粉丝团，右上角点关注会出现这个黄色的小爱心，然后点进去，然后需要一毛钱加入一下粉丝团。需要一毛钱加入粉丝团，家人们看到了吗？看到了之后，然后就会出现这个赠送一个灯牌，先把免费的灯牌先送掉，然后这里还会有就是观看20分钟，观看20分钟也会获得人气票，然后送完之后感谢朋友哥哥送来的人气票支持，谢谢你。然后我们上面有一个助力打榜，看到了吗？助力打榜点进去，哎呀，等一下，点出来了，助力打榜看到了吗？点一下助力打榜，然后就会出现这个邀请，立即邀请，然后我们点这个立即邀请，点击立即邀请之后就分享直播间，分享在群里面，我们的骑士群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可以进进我们的群，然后骑士群，然后点私信分享进去，分享之后，然后朋友之间如果点进去可以获取你人气票的，家人们可以获取人气票，一天可以分享5次，还可以领取5次，家人们懂了没，家人们懂了吗？然后就是咱们等级越高了，然后人气票就会越多，咱们等级越高了可以人气票越多，就是我们粉丝等级11级，咱们有1200张人气票，包括分享的话我们可以有好几千张，所以你们懂的话告诉我懂了没，没懂的话我再说一遍，家人们，我们现在人气是第40吗？咱们稳住，给大家跳一支舞蹈，如果咱们就是我有表达不清楚的，我们直播间朋友有明白的，可以告诉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告诉直播间朋友，家人们可以告诉直播间朋友，告诉他们怎么去获得人气票，有免费的。如果说真的没有的话，大家可以送我们礼物栏里面的人气票，也是1毛钱一张的人气票。然后就是我们还可以分享一下直播间，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进来。我们那个就是周王群，广寒宫，然后咱们这些群都可以，就是通过就是分享一下。我给你们就是通过一下，等一下哈，我上一下自己的号，等一下哈，马上给你们通过。咱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哈，谢谢。然后咱们这个群消息去哪里了？大家可以进咱们的群哦。家人们要进那个骑士群，进骑士群，好家伙，进骑士群，你们看到骑士群了吗？进骑士群，家人们，骑士群看到了吗？好，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跳舞，进骑士群。我看到好多人都不是进的骑士群，都进的别的群。来，给大家带来一支好看的舞蹈送给你们。然后我发了红包，大家发了福袋，大家可以就是说进一进我们的福袋哦，5级。对，要五级。不急，慢慢来。对，咱们骑士群需要等级，需要有等级才可以进去。没关系，进不了骑士群，进别的群，家人们，进不了骑士群，进别的群。然后我现在通过一下，你们分享一下啊，我先通过你们，然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咱们的直播间啊，分享直播间，我先通过你们。你们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谢谢。然后分享一下直播间可以获取人气票，我给你们通过一下。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谢谢大家。好，给大家跳跳舞，给大家跳舞，给大家跳舞，给大家跳舞。家人们，咱们这个人气炮打的是团结哈，打的是团结，不是靠一个两个就能进去，我们靠共同的力量，所有人的努力，我们一起打进去了，家人们，加油！共同的力量，所有人打进去了，感谢你们。对，林哥，林哥，林哥，你的等级十一级，你打进去的话，就是咱们这个票是你的票会很多的，你的票会很多。就是你有票的话，可以送一送咱们的人气票啊，分享直播间，然后礼物栏里面人气票也可以送一送啊，感谢你们，谢谢。咱们今天真的争取能够打进前十啊，感谢你们，争取在咱们的灯牌能够变成红色。谢谢大家，感谢你们，给大家跳一支舞蹈送给你们，希望大家会喜欢。欢迎月牙。像风翅膀，你给我力量。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谢谢，感谢林哥的人气炮支持，谢谢。在一起的，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对，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唱，看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谢谢，感谢固执哥哥送来的，哦，送来老虎，谢谢你，谢谢固执哥哥老虎。故事哥哥，你有人气票的话，可以帮忙送送人气票呀，感谢你，谢谢你。新年快乐，谢谢你，新年快乐。那为有海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感谢你们的支持啊，咱们有人气票的可以送人气的，给大家接下来给大家跳一支舞蹈送给你们，给大家送一个橄榄树，希望大家会喜欢。啊，可以加个团哦。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谢谢独木堂哥哥，感谢峰哥，谢谢，谢谢，感谢峰哥，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就是那个咱们的就是人气票，感谢偶遇，谢谢你们。再跟你们说一下人气票的支怎么送的，感谢你们了，谢谢。谢谢独木，感谢独木飘，谢谢许，感谢许信哥哥，感谢福生哥哥，一个字绝绝绝，谢谢你的夸奖。再告诉你们怎么去抢这个，就怎么去送这个人气票啊。那大家注意听我说，大家注意听我说，我可能表达的不是特别的到位，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听我说，就是我们左上角点关注。然后我就会出现一个黄色的爱心，里面一个加号，加入粉丝团。首先一定要加入粉丝团，加入粉丝团，首先一定要加入粉丝团。点累了，独木哥哥休息一下，辛苦了，辛苦了，谢谢你。然后我们就首先点进去我们左上角关注，然后一个爱心，首先加入粉丝团。好，然后等一下我哈，等一下我切换一下账号。切换一下账号，告诉你们怎么去弄。首先，没有点关注的，没有加粉丝团的朋友，先加个粉丝团；没有加粉丝团的朋友，先加个粉丝团。加入粉丝团了吗？加了没？加了，告诉我一声加了。加了粉丝团的朋友，你们听我说哈，加了粉丝团的朋友们，先告诉我加了，加了。公屏上扣一波加了，裴天军哥，谢谢谢谢浮生。公屏上告诉我加了，没有没有。没有，你可不可以加一个呢？可不可以加一个呢？加了是吗？加了是吗？加了是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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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一定告诉我加了哈，一定告诉我加了。然后再看到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个界面？看到了吗？你们打不了字，你们看我就行了，看我就行了。真的很艰难，就是不太会搞这些。为咱们的人气以后人气榜而奋斗，家人们，我们必须告诉你们怎么去弄，研究了很久。欢迎一语哥哥，欢迎一如哥哥，欢迎你来到直播间。看到这个界面之后，然后这里个灯牌，免费灯牌先送掉，看到免费灯牌先送掉，观看20分钟可以获取免费人气票，大家不要走了，可以观看20分钟，可以在我直播间待20分钟，半个小时都可以啊，因为可以获得人气票，咱们等一会儿送出去。然后这里有个助力打榜，看到了吗？助力打榜，这个助力打榜之后就会出现这个界面。然后这里有那个送礼助力的，这里有送礼，这个是要钱的哈。送礼助力，感谢一如哥哥，谢谢一如哥哥支持，谢谢你，谢谢你。这个是第一行是要钱的，还有1毛钱。然后第二行又是免费的，这个是免费的，看到了吗？免费的，这里就是说每天零点清空，然后这里会出现有多少张，这里会出现有多少张，看到了吗？有300张，或者是600张，或者是1000多张，都是看你们。欢迎天空哥哥。然后下面如果免费的送完了，没有了，空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分享直播间，立即邀请，出现这个框框，然后这个红色的，看到了吗？红色的。分享出去，分享在群里面，分享在咱们的骑士群，分享在骑士群、纣王群、广寒宫都可以。你们想分享哪个群就分享哪个群，分享之后然后再退出去，咱们相互可以领取，我们相互可以领取，点进去领取人气票，然后再进直播间就可以送了，然后每天可以分享5次，领取5次。明白了吗，家人们？明白了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明白的扣一，不错呀。怎么进群？然后左上角，哦，告诉你们怎么进群啊，左上角，点开这个框框，点开我的左上角，点我头像，然后这里一个粉丝群，看到了吗？一个取消，一个关注，一个这个粉丝群，这个右边。点进去，然后这里有很多群，你们想进哪个群就进哪个群，看到了吗？太难了，咱们太难了，
明白了吗？昨天晚上就是研究了很久啊，家人们，都很晕，都很晕。谢谢刘少奇，感谢赌目标，谢谢。咱们全在第87名，挤进前100。我们下一轮赛马是第6名了，第6名，家人们，第6名。分享直播间，分享直播间。我们现在是第6名啊、哦，我们现在是第6名，家人们，第6名。打马，我们就可以进去。看一下咱们的助力人数是多少啊？助力人数是多少？家人们，不能浪费了我这么早起啊！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助力人数是182个人，我们现在助力人数是182个人，咱们还可以分享直播间，咱们差，我们差第一名差，我看一下，第一名是33万，第二名是28万，第三名是26万，第四名是20万，第五名是14万，咱们是13万，咱们还得往前走一走，我们的人气还要往前走一走，我们助力人数是182个人。我们一起加油！第一名的助力人数只有156个人，第一名的助力人数比我们还要少，但是他们打了35万，咱们的助力人数是一百八十五，咱们的打了13.3万，我们还得往前走一走，所以咱们还得分享直播间，家人们，第一名的助力人数比我们还要少，就都第一名了，我们还没有第一名，我们第6名，我要稳住。稳住，12点钟之前稳住到咱们的就是谢谢刘少奇哥哥的人气票，稳住咱们的前10，我们打进第10名就好了，家人们，感谢刘少奇哥哥，谢谢你们，给大家发福袋，大家记得抢福袋啊，点关注加粉丝团抢福袋，然后再给大家跳一支好看的舞蹈送给你们，大家记得送人气票，感谢。我怎么挂？我这电脑好像挂不了，家人们，感谢支持，谢谢你们送人气票，谢谢。我们第七了，家人们，我们被超过去了。感谢快乐的小松鼠，谢谢小松鼠哥哥，谢谢你给我送舞龙，谢谢。继续给大家跳舞啊！谢谢。我们第七名了，加油！世界沸腾，我们一起唱。谢谢，希望你们能懂，真的，太难了。欢迎爱护哥哥，跳一个梅花泪。
咱们现在师弟走名了，咱们现在师弟走名了，家人们，感谢小松鼠送来的快乐呀，感谢支持，谢谢，欢迎你们走进直播间，喜欢的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关注，感谢疯子呀，谢谢，可谢谢疯子，谢谢游走的疯子送来了春节快乐，谢谢，谢谢。哦，再教你们一下，给大家就是怎么去送这个人气票，家人们，再教一下你们怎么去送这个人气票。来，我们就是再跟你们说一下，家人们，谢谢谢谢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感谢独木票哥哥送来的人气票支持，辛苦了辛苦了。首先一定要点关注加粉丝团，看到了吗？点关注加粉丝团，我们这个右上角粉丝团的那个关注一定，那个粉丝票就是那个粉丝团一定就是说也加一加，就会出现一个这下面这个赠送一个灯牌，先把免费的灯牌先送一送。送了之后，然后就是观看二十分钟也可以有人气票，家人们，观看二十分钟也会有人气票，看到了吗？然后这里会出现一个助力打榜，看到了吗？第一排助力打榜，点进去。什么鬼？等一下，助力打榜看到了吗？家人们，咱们把所有的礼物都换成人气票，感谢你们了，谢谢。然后这里会看到那个就是可用免费人气票有多少，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没有的话我们分享直播间，下面有一个分享，立即邀请，看到了吗？立即邀请，然后就会出现这个红色的，点开，然后分享在咱们群里面，咱们的那个骑士群，家人们，分享在骑士群里面，或者是做王群，管航空都可以，我们都点进去。谢谢娜娜，感谢娜娜，谢谢你啊！分享进去，分享之后，然后相互分享，因为我们相互分享就可以相互领取，然后点进分享的那个链接，然后就可以获得人气票，家人们。我应该说得很好了，我觉得我应该说得很好了，然后再点进来送人气票就好了，家人们。然后咱们这个礼物栏里面也有人气票啊，礼物栏里面也有人气票，一毛钱一张，然后大家也可以送一送，感谢你们啦，谢谢。我应该说得特别仔细了，好的，天涯哥哥哥。你们也可以分享在微信里面哈，也可以分享在微信里面，咱们就是可以分享在微信里面。感谢凯哥，谢谢小花猫，谢谢，欢迎2022，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给大家跳一支舞蹈送给你们，希望大家会喜欢啊。咱们跳舞的过程中，大家就是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加粉丝团，然后可以送我们的人气票，感谢你们，谢谢，可以送人气票，感谢你们了，谢谢啊。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人气票第十名了，咱们人气票第十名了，家人们，我们掉了，我们再往前走一走，谢谢，我们再往前走一走，欢迎张张，欢迎张张哥哥回家，欢迎张张哥哥，感谢娜娜，谢谢翔，谢谢你们的人气票，继续给大家跳一个想某人送给你们，希望大家会喜欢，感谢，辛苦你们啦。在那河畔看漫步的行人，我在
在咖啡馆里听着风声，巴塞罗那有古老的灵魂，威尼斯在水中画一座城，我会打开爱琴海的门，期待我最想要看见的人。直播家人们用的单反直播，晚上好，喜欢的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关注，我是古典舞小佩仪，感谢洋洋妈，谢谢乌鸡哥，感谢诺叶，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感谢诺叶送来人气票，谢谢你们送来人气票，感谢洋洋妈妈，谢谢龙舞，感谢你们送来人气票，感谢赌梦票，谢谢，谢谢支持，送了260的，谢谢娜娜，感谢你，娜娜，谢谢你。那你要不要再分享一下直播间，还可以获得人气票。谢谢，感谢湘西，谢谢湘西，感谢。在没点关注朋友们，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关注。感谢，感谢娱乐，谢谢支持，谢谢。谢谢我们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一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哈，感谢你们支持，谢谢。感谢许峰送来的人气票，谢谢支持，欢迎彤彤。然后咱们家人们就是说打不过人小，咱们加油，咱们加油，家人们，咱们还有人气票可以送送，咱们的人气票，谢谢乌鸡哥，感谢苍山，谢谢执着医生，感谢乌鸡哥，谢谢支持，谢谢，我们要努力了。哦，谢谢随风2018，谢谢你，谢谢你帮我就是。这个就告诉大家怎么去送人气票，谢谢。不放弃，不放弃，不放弃，没。感谢独木票，谢谢天涯客，谢谢。我们继续加油，咱们这个人气票是要靠大家共同努力团结才能点进去的，家人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柯南，感谢柯南的支持，谢谢。我们现在第12名了，家人们，我们还可以往前走一走，左
没有关系，没关系，我们继续分享直播间，继续分享直播间，继续分享直播间，家人们，继续分享直播间，可以去 PK， 可以，可以，我去 PK， 然后我去找，我看能不能找到那种人气比较高的，去找人气比较高的，先 P 一个看试一下，看能不能打人气。家人们，等我。PK 的时候算吗？真的吗？我以为 PK 的时候不算呢。好，谢谢娜娜，感谢月牙，谢谢南。好，可以，一会儿我们就打人气吧。嗯，好像和我差不多耶。我看一下啊。嗯，我看看，这个吧，这个好像人还挺多的，1000多个人。Hello， 小啊，你好，你好，你好。哎，你连我有啥？你连我干嘛？我刚刚看、啊，我刚刚看到了，我就连了。啊啊，没问题，没问题。那你就是无非就想跟我有意义吧呗。啊，漂亮的小姐姐，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我们、就是嗯、那我们那个，惩罚。惩罚呀，我输了的话，我给你跳支舞，我给你们家跳个舞。好了。嗯，你输好了，那我输了的话，我给你们家跳唱个歌。好，可以，嗯。好吧。好，可以。来，那咱们就这样闭麦，好吧？嗯，可以。过程。我打人气吧，我打人气吧。让我就是教他们怎么去打人气吧，好不好？我们就是中间的话就我可不可以就是闭个麦，然后我跟他们说怎么打人气吧，可以不？那咱们就闭麦吧，啊、闭麦吧，对好吧、啊？我看你们家人数也看你们家人数也还可以啊。不好意思啊，好，没问题，嗯，来。家人们，我的心愿那个榜我换了的，我换不了，改不了，好奇怪，那个心愿单改不了，我想改人气榜来着，改不了。下次我用手机播的时候再看看，我之前改了，改不了。谢谢家人们，咱们有人气票了，可以送我们的人气票哟，谢谢。付费的、免费的都可以，家人们都可以，感谢凯哥。免费都可以，谢谢，感谢小松鼠的人气票，谢谢，谢谢小松鼠的人气票，感谢凯哥的人气票，谢谢常德，哎呀，好香，谢谢你给我送的人气票，谢谢。哦，感谢小松鼠的人气票，谢谢家人们，咱们有人气票可以送我们的人气票哟，感谢，谢谢支持，谢谢，谢谢支持，感谢，欢迎大家。没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我们左上角关注，感谢青山，谢青山，感谢小松鼠，谢谢苍桑哥哥，谢谢你们，谢谢，感谢苍桑，谢谢乌鸡哥，谢谢乌鸡哥，感谢你们啊，我们现在全站80名啊，咱们人气票现在是人气票现在是第十二名，人气票现在是第十二名，感谢哈哈，谢谢小无形，谢谢你们啊，感谢兵哥，感谢无极哥，我们点关注加粉丝团，家人们可以帮忙一起送我们的人气票，感谢支持，我们现在是全站第74名，感谢苍三，谢谢你们，感谢你们支持，我发现白天可能会机会好一些哈，白天机会好一些，感谢可爱，谢可爱。咱们有条件的可以把那个人气票打满哦，有条件的可以把人气票打满，咱们等级高了，感谢林泉哥哥，谢谢你，谢谢凯哥，谢谢苍三哥哥，谢谢，我们有条件的，我们的粉丝等级11级的，就你们的票就是打出来就是效果，打出来就是你们的那个票数可能会更多一些，也很重要，咱们直播间一票两票都非常的重要，感谢大宝贝，谢谢，谢谢大宝贝的支持，感谢乌绿，谢谢乌绿，谢谢你们的票对于我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家人们。
感谢宝贝，谢谢可爱，谢谢。咱们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关注了。还有最后一分钟，感谢可爱，谢谢可爱，谢谢可爱，感谢大宝贝，谢谢，感谢大宝贝送来人气票，感谢可爱送来人气票支持，谢谢。看看咱们人气榜，我们这榜是第十二名，家人们，咱们的，哎，我看一下哈。咱们的助力人数，是253个人，真的很不错了，253个人，咱们前一名是437个人，打了19.5，我们253个人打了19万，家人们，我们真的很优秀了，我们用最少的力量打出最多的票，感谢小松鼠，谢可爱，咱们用最少的票，最少的人打出最好的票，最多的票，谢谢你们的支持，感谢。谢谢小松鼠，感谢天涯客，谢谢你们了，谢谢。天哪！我们一起加油，谢谢我们的叶子，谢谢你们，谢谢，感谢小松鼠，谢谢，宁犬哥哥，感谢侃哥，感谢可爱，谢谢宝贝，感谢。天涯客，谢谢叶子，感谢苍三，感谢乌鸡哥，谢谢冰哥，谢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你们，谢谢大家，感谢，欢迎光花物理，拿下，公屏上怎么拿下，家人们？哎，哦，把那个麦打开一下。哦，对面，这个没关系，胡狼哥算了，这个没有问题啊，人家后面。这个是谁？感谢我们家工地的，谢谢董涛，谢谢憨憨，感谢憨憨，谢谢憨憨，输了你还，谢谢憨憨，谢谢你，谢谢你，杀了嘛这个，非常谢谢你，谢谢，感谢咱们家工地哥啊送来的抖音一号啊，我看样子你们是想把我那个蟑螂馆集齐啊，我看到了，我感觉到了，你们是想把我讲这的这个蟑螂馆集。家人们，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人气表打满了的话，就不要打了，打满了不用打了。感谢咱们家的啊，感谢灵儿，谢谢。我们就是打满了，不要打了，家人们。咱们家的荣，咱们就是十级以下的，我们就是六百张是，我们六百张是打满的。感谢。然后就是六百张打满以后可以分享，直播间可以分享五次，六百张是一次的，我们可以分享五次。后面没打满了就不用打了，家人们，非常的感谢你们啊，再一次的感谢你们，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啊，感谢头套，是头套，万事如意啊，谢谢家人们，感谢用户，谢谢用户，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那个人气票，我们的人气票还有最后十五分钟哈，我们现在是第十二名，我们可能需要分享直播间了。那个啊，过了没用了，小松鼠，过了没用了，我们那个是过了没用了。我来把麦开一下啊。你好。哎呀，美女，你们家太有实力了，没有，你们家太有实力了。因为我们今天打那个人气票，打人气票，然后不，你们家那个后面突然好像应该，我估计上了两个一号，我们家的一号掉到地上去了，太可惜了。我们刚刚全都上的人气票。不可能，你那人机票上的也太快了吧啊，哐哐往前走。那这样我输了啊，输了，我给两边的家人唱一首歌吧。好，可以这我给你点个关注啊，蒋哥，我给你点关注。好的，我等一下，我马上回你啊，我先回你啊，咱们以后有那个，我们可以强强联手啊，好，强强联手可以去跟他们跟别人那里去那里玩一下啊，好吧？好。然后我给大家唱一首非常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吧。好的，谢谢。好久也没唱过歌了。感谢一姐妹，谢谢。欢迎啊，这应该是对面过来的大哥，非常欢迎你们啊！我给你们发个。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光明的方向。不能说什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里，
该往哪里去？谢谢一姐妹。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里等待？等你明白，这是什么怕？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谢谢德莫帕，感谢你。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里等待？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我是不是该小松鼠，你不要送人气帕了，你现在不要送人气帕了。欢迎爱护哥哥，他是有限的，咱们需要靠众筹的力量。感谢叶子，谢谢董木飘，董木飘应该也是打满了，辛苦啦！非常的啊，非常的啊，再一次的感谢对面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姐姐啊，然后呢也非常的感谢对面的大哥大姐啊，非常的感谢你们啊，谢谢家人们，祝我们两边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啊，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新的收获啊，祝大家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吧？谢谢。那这样啊，小姐姐，那我们拜拜了啊。好，你点关注了吗？我们下次还可以一起玩啊。我点了，我已经点了，点了。好嘞，好嘞。再帮去给这边点点关注啊。好，那我们来，我们家这个这一次咱们家小姐姐应该是复仇成功的啊，非常的那个啊。谢谢读物票，那我们明天见喽。好嘞，拜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好嘞，新年快乐啊，非常的啊，来兄弟们啊，来，我把那个那我走啦，拜拜，拜拜拜拜，好，那你走吧啊，好，拜拜啊，家人们感谢支持，谢谢，还有最后十分钟，最后十分钟吧，感谢独木飘。我要出门了，你再见了，你再见，再见了，这三个字显得好苍白。小松鼠哥哥，再见了，三个字好苍白，好恐怖，感觉再也不会来了，感觉再也不会来了，这路上注意安全了，松鼠哥哥，谢谢你今天支持，感谢你。咱们争取还有十分钟，还有八分钟，咱们能够打进前十，家人们能够打进前十，感谢。不来了，好家伙，扎心了。
还是来吧，方便的话还是来吧，毕竟咱们直播间还是有好看的舞蹈哟，小松鼠哥哥不要错过了。家人们加油，还有八分钟，感谢小锤头，谢谢小锤头，谢谢小锤头的支持，感谢。再告诉大家就是怎么去送人气票了，再告诉大家怎么去送人气票，家人们，我们左上角点关注加粉丝团，点进去，点进去之后然后分享直播间，我们现在是第14名了，我们还可以往前走一走吗？分享直播间了，然后助力打榜，点进去助力打榜，然后这里可以分享邀请，邀请你们分享了没，分享了没，立即邀请，看到了吗？分享在群里面，分享在群里面，感谢晴天，谢谢晴天的人气票，谢谢，看到了没，分享进去之后，分享之后你要出去之后再就是你们相互分享，相互领取，相互分享，咱们家人们相互领取，相互分享，相互领取，感谢叶子，谢谢晴天，退出去然后再点群里面，点进群里面，相互点，相互领取，相互点，这样子是有效的，这样子才是有效的，家人们，这样子才是有效的，一定要是相互领取，一定要分享，没群可以进一下咱们的骑士群，进一下咱们的就是纣王群、骑士群，然后广寒宫都可以，家人们可以进咱们的群，在群里面咱们可以相互的分享，家人们可以分享五次，分享五次，分享五次，然后就是领取五次，家人们，懂了没？懂了没？还有最后6分钟，感谢赌票，对，都可以，就是咱们家管理可以给咱们就是直播间的朋友就打打广告，让他们就进进群。那进进群分享直播间，咱们还有机会，还是有机会的，家人们，还是有机会的。我看一下群里啊，骑士群，点进去助力领取，你看点进去之后助力领票，点助力领票，家人们，点助力领票，点助力领票，救命啊，家人，救命啊，谢谢咱们群管，咱们直播间群管如果有朋友就是加进来的话，你们可以就是你们可以通过一下，你们可以帮忙通过一下，好，谢谢，谢谢支持，感谢你们，感谢大家支持，没有点关注朋友们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关注加粉丝团，分享直播间可以获得人气票，咱们的人气票是要靠大家众筹的力量，众筹的力量获取咱们的这个人气榜，好好好，你们帮忙通过一下，帮忙通过一下，搞不赢了，搞不赢了，家人们，搞不赢了，等一会儿喝水呀，等会儿喝水，你们点进去，你看助力领票，你们看到有人分享是不是，然后点进去，这哦已经领完了，对不起，我已经领完了，那你看这个点进去，点进去之后看到助力领票，看到吗？点进去你就获得100张人气票了，家人们，你们看，你们分享的，我点进去就会出现这个红框框，看到没，点击助力领票，点进去，你们一定要在群里面点，在群里面点，看到了吗？群里面点啊，这个是点过了，这个已经领完了，已经领完了，你们去群里面一个一个点，你们一个一个点，家人们，好，我再看看啊，然后我就可以，然后你看我再点回来，点爱心，看到了吗？助力打榜，你看我这里又有300张了，看到没，又有300张了，我又可以点全部送出去，看到了没，看到了没，感谢军哥，谢谢家人们，应该懂了吧，救命呀、啊！感谢军，谢谢凯哥，谢谢家人们，感谢憨憨，谢谢憨憨，我的家人们也喊我憨憨，家人们呀、啊，最后三分钟，家人们，最后三分钟了，最后三分钟了，感谢凯哥分享直播间，感谢 W 哥哥，谢谢你给我送来的红包，谢谢 W 哥哥的红包，感谢 W 哥哥的红包支持，谢谢你，谢谢
W 哥哥哇，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帮忙，感谢你帮忙，谢谢 W 哥哥，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忙，家人们，感谢文文，谢谢微笑，感谢微笑，谢谢 Sarah， 感谢萌萌。咱们抢了红包，抢了那个福袋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直播间，咱们礼物栏里面有人喜欢，大家可以送一送，感谢支持。还有最后两分钟，咱们有付费的可以送一下付费的，最后两分钟来不及了，最后两分钟来不及了。家人们，咱们有付费的可以送送付费的，感谢夏，谢谢绿绿，感谢你，感谢你们，谢谢大家，我们人气是十四名了，我们有付费的可以送送付费的，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感谢谢谢，感谢 Sarah， 感谢杰志杰，感谢冰峰。最后两分钟我们可以送送付费的，感谢你们家人们，我们前面可以送送免费的，后面五分钟可以送送付费的，感谢你们了，来不及了。看一下咱们的，我们现在全站是第59名，我的妈耶，我的妈耶，我的妈耶，我们现在是第几名来着，第几名，家人们，第几名，我们现在是第几名啊，啊，我们现在已经甩出去了吗？哎，人气榜第几？人气榜是第十四啊，我们人气榜是第十四，人气榜是第十四，对的，十四，最后一分钟了，冲刺了，加油！最后一分钟了，我们这一次打不进去没有关系，我们继续，我们努力就好了，家人们，努力就好了。最后一分钟，满满的仪式感，家人们，满满的仪式感，仪式感，我们仪式感很重要，家人们，感谢可爱，谢谢昌三，谢谢你们，满满的仪式感，谢谢你们帮我送来的人气票，感谢昌三，谢谢娱乐，感谢爱护，谢谢昌三，谢谢你们，感谢，天哪！谢谢我们第十五名，喜提十五名，家人们，我们下次还往前努力，五名，感谢你们，谢谢曹三，谢谢奇遇，感谢家人们支持，谢谢你们帮我送来的人机票，感谢，进步很大，真的进步很大，谢谢，惜败惜败，我们明天加油，明天继续加油。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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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优秀很优秀，真的我真的没想到我今天能打到第十五名，我以为我二十名已经很了不起了。家人们，咱们今天晚上咱们八点钟，今晚八点钟咱们可以再试一试，没有关系，打不进去没有关系，我们八点钟的时候还可以试一试，晚上八点钟，今天晚上八点钟咱们就是说不会很特意的就跟大家怎么去送人气票了，因为我们白天教大家送人气票，晚上的话你们就直接送就好了，晚上你们就直接送就好了，我就不会就是特意的跟大家怎么去说了，因为我要先告诉你们怎么教大家怎么去送完之后，然后晚上你们就可以直接送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们，今天上午还可以。继续加油，我们现在是第十五名，还可以往前进五名哦，还可以往前进五名，以后我们每天上午十点钟会不会很恐怖啊，十点钟好不好打呀，你们觉得好不好打，十一点钟你们觉得好不好打，不好打的话我们再换个时间，你们觉得十一点钟好打吗，你们觉得十一点钟好打吗，你们感觉呢，凌晨四点钟起不，凌晨四点钟起不来，八点不好打啊，八点，我们白天打吧，我们晚上的话随缘，晚上随缘，十点到十一点要低一点，就是十点，就是我们抢十一点钟的人气榜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好，那我明天再播早一点点，我明天我看我明天能不能八点半开播。我们八点半开播，我们可以九点钟，不对，我九点半开播，我们可以抢十点钟到十一点钟的，我明天九点半开播，可以吗？可以吗？
明天我早上9:30开门，我今天主要是想抢10点到11点钟的。今天想抢11点到12点钟的。那我明天九点半开播，然后我播半个小时，给大家跳半个小时的舞蹈，我们可以抢10点钟到11点钟的人气吧，应该好抢一点。我感觉是中午的话挺难的，是这个意思吗？太难了，家人们，谢谢，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谢谢。把牙整一下就完美了啊！我的牙齿已经能整齐了，因为长了智齿，然后把牙齿挤坏了。因为长智齿了，所以把牙齿挤坏了。我以后不直播了，再说吧，现在不能搞。欢迎一洛哥哥，欢迎洛哥哥回家。没关系没关系，早上没起床是吗？那咱们就是再试试嘛，对不对？试试看哪个好打一人就打哪个。明天9:30开播，如果10点钟到11点钟好抢的话，我们就10点，我们以后就抢10点到11点钟的。你让我再试试，因为我上午直播就是在尝试哪个段直播好抢一点。我最后2分钟的貌似加到这个时间段了是吗？最后2分钟是不是随便上，对不对？好啦，给大家跳支舞蹈，然后咱们就是今天上午的直播就到这里了。给大家跳支舞蹈送给你们，希望大家会喜欢哦，感谢你们。然后晚上7点钟开播，晚上我下午休息一会儿。我在上午播了之后有点懵。得补个觉，家人们，得补个觉。来，家人们想看什么舞蹈？这个今天上午的结束舞蹈由你们定。今天上午的结束舞蹈由你们定，真的很懵。这个老瓢嘴，今天咱们家管你说，佩佩，你今天怎么老瓢嘴？真的很无语，对我自己。感谢你们今天上午给大家跳支舞蹈，我们就下播了。想干什么，家人们？哎，不是，就睡了4个小时，晚上失眠了，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我今天玩起晚了，没事啊，叶子，晚上还要补的。就过年了，大家好好休息，真的。过年大家好好休息。我几岁啊你？没说就是18。没人告诉你几岁，我就是18岁。感谢牧马人，谢谢。是因为想我们吗？应该是吧，石青哥哥，想大家了。嘴瓢吧，应该是。咱就是还没有那个本事去瓢嘴呀、啊、，W 哥哥。我刚感谢 W 哥给我送来的红包，谢谢你，谢谢你。有秘诀是吗？好的，肉哥哥，你一会儿在我们的骑士群里面说，在我们的骑士群里面说，告诉咱们一起怎么去抢这个人气票。我们去骑士群开会，家人们去申请一下咱们粉丝等级5级的朋友们可以申请一下进一下咱们的骑士群。现在咱们骑士群粉丝等级五级的朋友们可以进去。咱们就是如果说才1级2级没关系，我们过两天等有5级了，我们每天送人气票，每天做任务，每天送人气票，5级了我们就进人气群，感谢你们了，谢谢，谢谢。太难了，跳个什么呢？家人们快点说一个。欢迎小锤头，跳完这支舞蹈我就下播睡觉去了。歇一会儿。谢谢。欢迎大家。我看一下我们的舞蹈栏里面。跳一个拈花一笑。青绿腰是吗？这个青绿腰我今天可能会拍这个视频哦。今天会拍青绿腰这个视频，最近好像还挺火的。一会儿去弄一个，跳一个拈花一笑，一首拈花一笑送给咱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会喜欢。刚睡醒，我要下播了。
点，小 A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扣波六六哦，太佛系了。
江南春来早。谢谢，下播了，家人们，欢迎依依哥哥。今朝浮云白，山花儿俏。那是谁？今天上午咱们直播就结束了，晚上见，晚上七点钟见哦，七点钟见，七点钟，七点钟，晚上见。鱼儿叫，春风绕，岸边柳絮飘。谢谢家人们，感谢。聪明了，爱护哥哥，所以这怡静姐就是去老家吃吃腊肉。爱护哥哥，太搞笑了，爱护哥哥。好，咱们直播间现在直播间所有哥哥姐姐们，你们一定要进我们的骑士群啊，一定要进我们骑士群，咱们真的都进咱们骑士群好不好？爱护哥哥呀，像我们爱护哥哥呀，然后咱们的就是好多好多哥哥都可以进去，还有哥哥姐姐们都可以进去，还有许庆哥哥都进一进，好，都进一进。这是朝阳，跟朝阳，然后感谢，谢谢光花。我晚上再跟你们跳舞了，晚上再跟你们跳舞，白天主要是打人气榜，晚上主要是跳舞，你们分两档。白天我们抢人气榜，晚上我们跳舞，好不好？以后我们就分两档，白天打人气，晚上咱们就晚上我们跳舞。谢谢光花哥哥，感谢石信哥哥，谢谢可爱，谢谢风姿，感谢凯哥，感谢东东，感谢叶子，谢谢天涯客，感谢晴天，吃腊肉去，来我家，请你们吃，感谢苍山哥哥，谢谢小 A， 感谢菲菲，谢谢月牙，感谢鱼岛，感谢往后余生，谢谢细雨，感谢红豆，谢谢王岩家，感谢罗罗，谢谢乌鸡哥，感谢小歌迷，谢谢文文，谢谢家人们支持，感谢，晚上见喽，拜拜，拜拜，拜拜，我们公屏上走吧，拜拜。相守，相信这次分别不是永久，期待下一次的聚首。